男友力爆表的女友与同样有着不幸体质的未来婆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为了不再发生上次的黑暗料理事件，试手报名了一门料理课，可好巧不巧的是，男主的母亲也在这里，这让试手变得无比紧张，全程都不敢大声喘气。接着，母亲拿起了桌上的工具。 随后，试手开始练习刀工。看到姿势不对，婆婆又来了一波贴身指导。ダメよ、兄ちゃん。包丁を引くときは、こう引くときに力を入れるの。はい。なるほど。緊張をほぐそうと思って。 真っ赤になって可愛いのね。こんなことされたら誰だって。看试手总是切不好菜，母亲觉得手里的这把刀不行，于是自作主张的要去换一把。等婆婆跑远后，试手紧张的心情总算得以放松。然而没过一会，母亲就回来了。看她拿东西的样子，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啊啊啊！怪我してませんか？ 兄ちゃんこそ大丈夫？確かに刃物の取り扱いには気をつけ。